量有点多，吃不完。可能跟崔永元老师有关系吧，那这个面吃的就比较直。你像这个梆子井餐厅啦，就或者是北苑的下面那个面馆吃的东西的话，它就会比较有味道。虽然这个也比较有味道吧，但是这个味道好像调的不太好吃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